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，我们痛苦过，失去过，折磨过，却始终相信会有温暖的光。一束微光也能破开长夜，点燃希望，向不灭的呼唤带来无休止的力量。请欣赏东方之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《给力》，艺术指导兼舞台指挥郭林，钢琴伴奏武怡静，小提琴演奏唐立峰。Next, we will hear the song "You Raise Me Up" by Boston Eastern Heritage Chorus. Welcome.将用给力的歌声祝您幸福安康，万事如意。